这球没进不意外，不应该硬上的。传球给队友，假动作投篮，结果传出去给队友。双手灌篮了，终于出现了下防守篮板。他今天显然是禁区的守护神，篮板球几乎都被他一个人给包办了。Lee Pass 传过去了，抄到球了。他们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还是没有放松，这种精神非常值得学习。进攻屡屡受阻，可以看出来有点急了。看看球队的王牌球员如何带领球队扭转劣势。罚球线急停出手，罚传，中距离跳投，球进，传了一记高吊球，好球，传球，中距离出手，空心球，应声入网 ，It's good。爱神，再来看一下这记爆发力十足的灌篮。篮板先控制好，防守篮板慢慢来，篮下灌篮得分。他这记扣篮又，现在进攻时间还剩11秒，超得好啊！耶，受灌篮！咦，空了，防守球员怎么没有注意到他？球传向左边。球传到禁区，他传球给队友，球传到篮下，阿里乌出现了，又得分了，球队的气势已经打出来了。阿里乌出现了，让我们看一次重播，空手切入的时机刚刚好，跑位的观念也相当正确。这球距离有点远，出手了。在底线跳投出手，中距离出手，这球砸到篮筐弹出来，漂亮，顺利抢到进攻篮板，禁区跳投没进，拿下篮板，先观察队友的位置，犯规进犯 ，and one。自干了，轻松得分。大家看一下重播，不知刚刚这一扣能征服多少人的心。嘿，又是一个成功的超截。Lee Pass， 球传到禁区，现在距离超截了，在这样关键的时间出现这样的失误，真是太不应该。防守犯规了，小将加一，追上来了，双方现在只差一分。离开，球传到禁区 ，nice， 这球团队合作真是默契十足，和任何忽视他的对手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上篮擦板得分，卡位，背对篮筐单打。本节比赛结束，篮板抓放后直接进行快攻。离开，球传到篮下，这个暴扣十分暴力，一旦它启动，防守球员完全。球到人道，好球啊，阿里乌！阿里乌空中接力。哇，目前领先3分，看看能否继续保持。抓上这个篮板，看能不能第一时间发动快攻。球到人道，得分啦！让我们看一次重播。